太扯了，一个人打两台，打到两台暴击，这个讯号太扯了，羡慕。干，那你今天很爽啊，赢超多的。没有，我前面吐了一万啊，我前面打台子跟那个财宝，财宝就五千了。没有啊，我说打鱼啊，然后你还打百家还狂赢，打什么赢什么。啊，南果又差点打鼓，然后其他台子也都开得不错啊，太神奇哦！那只雷霸龙，我很少看到雷霸龙可以这样哎，220万分，打死一只雷霸龙暴击，看一下你的螃蟹会不会死？哦，真的才一说就死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不错，可以接受。再抽一次。哦，哎，你又打死这个了。转轮蟹。太神奇了，杰克。六号，可惜差一点。哎，那个连线是1万分嘛？哦。好扯哦，神韵，一个人打两洞，两个洞都暴击。地表最强螃蟹，不死了，不死了，先签个名。没了。来两次烈焰风暴，你那两次烈焰风暴也乘以蛮多倍，这个难死呢，这个超难死。干，我才说超难死，又被你打死。干，有够扯！难道你有打鱼的天分？干，你不要这样啊！一直狂死，太神奇了哦！你这一台又要暴击了吗？左边又要来个暴击，一人玩两台，真忙，很忙很忙，两台又要系统暴击了。看会不会在系统暴击？哎呦，又下去哦！干，又下去，太扯了！哦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干，你这个状况我没看过，哎，太扯了！又显要显示系统暴击，两台。看你这个状况，我没看过啊！难道是有人囤很多？干，我的在对面那个洞都没打，赶快帮我打，帮我打！现在状况好像很好，在软台子在软，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状况。干，哎，水果然有帮我打有用。霸王青又死了，我那一台的分数也60几万分了。哎，真的，我真的有打有用，要吃红了，要吃红了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台子这样，哎，两台暴击，然后另外那一台也有补分数，哇，美人鱼4倍。不是4倍，4次，他不是雷霸龙，没有乘以几倍，也不错，这个快500倍啊，那个分数。太神奇了。
哦，那个转轮蝎今天死超多次哎，死了快十只有。你等一下，不要回，赶快回去睡啦，快还要上班。下一个大兔中，大兔中。剩一个都没开而已，怎么感觉又有东西死了？真的又有东西死了，浴火凤凰，又系统暴击了，还不错玩呢，咬了又吐，咬了又吐，难得看到这种情形。玩两台很忙哦，干你真的超会死那个的，我那个没打死过半只哎，谁打死了凤凰？又是你这一台，哇分数哦，分数快300万了，太猛了杰克。哎又下去哎，好扯哦。希尔，你也调1000炮的好了，可能现在台子正在吐，1000炮给吹了。本来想说500炮先试水温，现在只好冲了。哎，又死了，哦，好猛！哎，真的没看过这个情形呢。我们之前戏，干你娘这个，哦，哎，不行啊，你这样不行啊。又650倍的凤凰，我们之前暴击之后就开始又狂咬或干洗了。你现在这状况真的很扯，干你这两个洞讯号太好了吧？给我们死一只好不好？分一杯羹给我们啊，大哥，大哥分一杯羹给另外那个洞啊！干你又觉醒，太扯了。大哥不要这样啊，混口饭吃啊，你一个人玩两个洞分数那么高，破纪录了呢，你这个破我影片纪录，太扯了。干你这个有那么多倍，要死我。干你这个又快600倍，要死哦，330万加这台一集20000美，超过，太神奇了！分一杯羹给我们了，好猛哦！这个灯笼鱼刚才都没死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没死过。哦，这个画面好看，好看，钻头炮，看，奶头神韵哦！我送你的招财金币有用哦，他妈一送你那么多，太猛了！这个系统暴击一直维持住，干这个很久哎，这个钻头炮算久了，另外一个洞都狂咬，太神奇了。干好爽哦！你难得打鱼机，一打两个暴击，暴击之后分数还多那么多，傻爆眼，神运，又可以买一只手表了，败家败家，换关换关，看是哪一关，太猛了太猛了。我们来看这个洞到底状况会不会好。换个洞，看能不能三个洞都暴击就摔了。
个雷霸龙，刚才雷霸龙都蛮不错的，乘以五倍又乘以九，有够爽。哦，那个终于被你打死了，雷神锤，这个画面很帅，雷神锤，这个分数也都会不错，都大概200多倍吧，230几倍。舒服。哎呀，刚才讯号不错。刚才那一关死超多次的。哎，我的先放旁边。哦，有你打死的，应该是你打死。还是你那两个洞比较好，我要拉远一点拍才不会有那个辐射的感觉。我这一台都没补了，哎，又是你的，哦，那你那两个洞真的比较好，哎，太神奇了！我来换个洞好了。应该又是你的。哎，终于是我的，补一下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可以接受。200倍哦，哎，那还是讯号还可以啊。还没有说很烂，有咬很多吗？没有啊，你分数还蛮高的，哎哎哎哎哎，又乘以三呢，又300多万了吧？那个分数乘以三，干又500多倍，好爽哦，太猛了！你那两个洞真的超优秀，我没看过这种情形。哦，终于他要补我了，一出来就让我死。觉醒1000炮拍照，太神奇了！难道三个洞会干又死那个两次而已，没洞逃？哎，两次那么多分哦，算不错。慢慢按，慢慢按。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应该差不多要放关了。有了，有了，你的死了。
没十。哦，又是这一关，最讨厌的一关。深海八爪来袭，深海八爪来袭，补一下。哦，你那个洞真的好好，都会补。连死一下，大哥。可惜一倍而已。这个都超难连死的，留着下一关。来个连死章鱼啊！哎，终于一人死一只。我的都大概200倍而已。哦，又连死！太猛了！哎呀，换关了，又是那个美人鱼凤凰。打小丑，这个很疗愈。小丑鱼很疗愈哦，你那个洞超会死转轮蟹，超扯！打一下疗愈的小丑鱼，手机容量快不足了。补分数，难得死钻头炮，死一下凤凰啊！哎，霸王金呢？你的太猛了，我这个钻头炮分数还好。没容量了。